都好了吗？这快熟了，快熟了，就这样的。哦，是不是今天？大家好，我是新哥。今天来到的是我们湖北仙桃。来到仙桃，必须打卡的是仙桃的毛镇卤鸡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仙桃一家有2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店，他们的卤鸡卖的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毛镇卤鸡开卤啊！ 炸锅了，炸锅了！哇，再把它换个面子，像这样的。哦，哦，让它卤的跟颜色跟真人跟肉。它是这一张的，跟颜色就上色，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样这样的。我都勾起来。这就是快卤好了吗？这快熟了，快熟了，就这样的。哦，颜色漂亮的很吗？这是快熟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像这样的这。 到人们来玩，到国这里，这是必须要来的。又来了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毛镇卤鸡上来了。他们家的生意太好了，现在3点钟了，他们来吃午饭。 哎，你们的早上是几点钟开门啊？早上6点钟开门，晚上几点钟关门？4点。10点钟。4点。那一天要卖11个小时。对。一天到晚就卖。一天大概卖多少钱啊？卖差不多3000只吧。3000只。嗯。是一样。要一个。一个。我们这边都是买那个现箱歪的话，它都是买的那个真空包装的，直接8块1分一刀。哎，我这本来24只吧，我们这里买的是20。 你家那个卤鸡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们的卤鸡那个是这个动物料，是经过生化改良的。您今年多大？你说82年开始做，如果55了，65，看不出来，你再看着像50岁了吧？不至于，这个吃卤鸡没关系。你这个尝试卤鸡啊，全年一寿啊！每个人娱乐，欣赏吃卤鸡啊，嗯。